会给你两个账户，春芳卖掉以后，你把钱转到这两个账户里，到时候会有人教你怎么做。我担心要是万一被识破怎么办？放心吧，你只要咬定和我不认识，完全是袁荣的主意就没事。你只是他的代理人，从他手上只拿代理费，别的你什么都不用说。这是假的，这都是凭空捏造的，这可以造假。我告诉你，以后中午不要给我打电话。什么事？小六在浙江犯事了，大哥要咱们再出一笔钱保他。哪个小六？就是对马亮动刀的那个，这种人什么事都干得出。咱们要不要给钱呢？他要多少？5万。我给你10万，你给我摆平这件事，搞不定别混了。白总，你必须跟我们走这一趟。带走。我放开我！你要干嘛？对不起，我可以和我妻子说几句话吗？谢谢。曼玲，这就是你嫁给我的目的吗？现在你高兴了，你高兴就好。但你以后怎么去面对马良？你确实背叛了他，不管为了什么，你们不会在一起的。叶小姐，那个 U 盘可不可以？真的要结婚了？我知道啊，干嘛呀你？小马哥怎么办呀？哎，来了来了。干嘛？我脸上开花了？小马哥，今晚你去不去啊？去啊。人家都谢绝礼金了，为什么不去？对嘛，别人都可以不去，只有你不行。我们刚刚正在开会，帮你想，到底送什么样的礼物才能准确地表达你的心情。你们叫我来开会就讨论这个？对啊。哎，你干嘛走啊？哎，小马哥，真的勇士要敢于面对惨淡的人生。哎，你要去哪儿啊？我一看到你就知道准没好事。那可不一定，这回啊可真是大好事。什么事啊？白刚的婚礼办不成了，好事吧？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他涉嫌故意伤人、诈骗、伪造文物，反正好多罪名，已经被收押了。我的天哪，今天大逆转！李满玲拿出了关键的证据。什么意思？兄弟，她嫁给白刚其实是为给你们讨回个公道。
坐了坐几个有一个小时了吧。和他一起走。那我呢？春芳的问题已经解决了，我交了罚金，没事了。而你的问题是和白刚合伙算计我们21天。白刚在国内已经被收押了，我希望你回国坦白从宽，总比暗无天日的躲在这里要强。这里面有你需要的东西，如果你想回国告诉我，我会帮你请最好的律师。我今天来找你，最主要有两件事要告诉你。第一，昨天法院来征求我对伤害案的诉求，我已经明确表示谅解，并且放弃赔偿请求。对不起，马良，真心的谢谢你。我现在在里面挺好，安静。第二件事，袁荣给陆雪治病的200万，我们已经申请了贷款，会连本带利还给你。算了吧，别再和我提钱了。曾经以为有了钱可以换来一切，可是钱换得来婚姻，换不来爱情，买得了房子，买不到家。我多想，我从来没有那么多钱，多想回到原来的我自己。麻烦你转告袁荣，200万能给他和陆雪带来新的生活。值了。看来你的牢饭没白吃啊。好吧，我替袁荣谢谢你。马良，我很羡慕你。羡慕我？为什么？小梦对我说过一句话，我有的一切你现在没有，而你有的我永远都不会有。我终于知道那是什么了。是什么？你够简单纯粹，而我活得太复杂了。但是我没办法，我有太多的仇恨，经历了太多尔虞我诈，我没法简单的生活。我羡慕你的简单，你的纯粹。
那我们打的赌吧。你赢了。赢了？有奖品吗？告诉曼玲，把离婚协议带来，我随时可以签字。如果你当时早点这么做，现在一切结果都会不一样的。可惜，这个世界上从来就没有什么如果。如果当年曼玲的妈妈和我爸爸走到一起，我和曼玲可能不会出现在这个世上。如果我爸爸坚强一点，我可能也只是一个简单快乐的孩子。如果当年在澳洲留学，我比马克更坦率、更勇敢，曼玲可能早嫁给我了。他会影响我，不让我这么错下来。当我登上人生辉煌的金字塔，我以为我拼命就能得到一切：家族、爱情、事业。没有一样我得不到。我苦心计划了二十年，一切都那么完美，但我还是输了。你知道为什么？因为你太贪了。不准确。因为我犯了大忌，我动了感情，最后我发现我真的爱叶曼玲。当我开始满足她所有要求的时候，我却发现她离我很远，她的心离我越来越远。我不甘心，我要抓住她，这让我的判断出现了很大失误。爱情真的可以让人变蠢。伤得很痛，几乎快毁了他。说真的，我很后悔。你一定要好好爱她，一定要，因为她是个好姑娘。希望你能给他想要的生活。我真诚的祝福你们永远幸福。你也别这么悲观，你的这些话有机会我会说给他听。走了，曼玲。他现在还好吗？不知道。什么意思？他不见了。不见了？他去哪儿了？你快去找他呀！我会的，我一定能找到他。曼玲，你一定要找到他，告诉他我对不起他，但我真的爱他。我会的，保重。